秀呢个名字喺粤剧界为人所熟悉，佢曾经系广东粤剧院一团嘅主要演员，后嚟移居到去加拿大之后，离开咗舞台近20年。由于疫情嘅关系，佢翻到嚟内地，喺圈中好友嘅推动底下，佢重返舞台，延续佢对舞台艺术嘅热爱。佢笑称离开舞台3年，就算系业余演员噶啦。但是我觉得艺术这样东西是骗不到人的，究竟是专业定是业余，我相信观众朋友听完他的演唱之后就会有答案。接下来文秀将会联同我们当今粤剧界德高望重备受敬重的千面老冠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彭次权彭哥带来一首《泣血水溃园》，掌声有请两位。危亡，张国情啊！
朝廷多奸佞啊！谁解我此时心境啊？壮志难酬金钩破，一血重回。回与那回来了。
受苦啦。丝丝红啊泪似双庆，望郎在侧痴眼影，啊，昔日似芙蓉。沉气已扬，似游丝已成重病啊！定愿东郡那无力，未能破。朝中多奸
我体无福不生，怎将玉如情啊？See you.
从花路啊错跳你向龙风景啊为国社颓唐苦问名啊最少离多我父骄兴你今日只言归巢把前盟正恰似影和影啊如轻重温梦莫愿身呢几浮萍啊啊啊不堪也罢。
掌声代表着一切，再一次多谢两位的精彩演绎，多谢。粤剧曲艺的振兴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关心、演员的努力、观众的捧场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国际精英会会长、胡志荣文化基金主席、广东省广府人联谊总会的执行会长胡志荣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热心人士了。咁多年嚟，佢支持我哋国内甚至乎系国际性嘅一啲文化交流活动，尤其对粤剧曲艺嘅传播推广非常之热心。由此可见，佢对粤剧曲艺有住一份独特嘅情怀。据了解，原来佢细细个就受屋企人嘅影响同熏陶，同当时粤剧界系多有交往。唔单止拜罗品超为师，同罗家宝老师亦都系多年嘅好朋友啦。而且对好多唱腔流派非常之喜爱，夏腔、薛腔等经典名段熟记于心。跟住落嚟咧，佢将会为大家带嚟一首《前程万里》。呢一首曲目咧系薛觉先同上海妹首唱嘅噃，而佢将会联同咧我哋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嘅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卢秋平老师一齐演唱，俾啲掌声好唔好啊？卢老师79岁啦，但系青春永驻，艺术常青，声线各方面的风采保持得非常之好。跟住落嚟嘅时间呢，我哋就将舞台交俾两位，带嚟呢一首《前程万里》，有请。竟身何志未寒，权章妙计复家邦，知是豪怀心自壮，美人忍耐未能忘，阿爷。
今日我抛弃欺压恶十四所仇不报，更不念国讨论亡嘅咩？君啊，你要复仇报国，我可怜我父母，又与国邦怎样？我亦愿天护此罪，何以不使我生在你贵邦？一颗
Oh,
情更重，何堪更见凄凉状，慰安无啊计知凄惶，夜台定有鸳鸯，傍冤魂望去半焦旁，生不成欢成泥抗，死后同襟若不得。并非狂，引灵娇妻剑下望，仇仇已报先王望，当是娇前报恶王，定誓此言不丧。多谢多谢胡博士同埋秋萍姐嘅精彩演绎。好啦，听咗几首靓曲之后呢，佢哋分别系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蒋文端端姐，仲有成功企业家，同时亦都热心公益事业嘅黄昌伟先生。咁佢哋两个呢，是好細個就認識㗎喇，是出身於粵劇世家，都是粵劇二代。細細個嘅時候呢，就喺廣東粵劇院嘅大院嗰度玩㗎喇。後嚟仲一齊考到粵劇學校同班同學。後嚟大家各自喺自己嘅領域當中都有非常之卓越嘅成就。識咗幾十年啦，但係今日先至係第一次同台啊！我話我哋非常之榮幸能夠見證你哋嘅第一次合作。佢哋兩位為大家帶嚟一首《帝女花之暗喻》，掌聲有請兩位。Thank you.
阿姨无家欠，哭似日山难黑那河亦那处，空先帝白那玉砌珠帘，佳轩影，幸有涕泪空残暗，为无青牙重济芳魂，落花已随波浪去落，北风有份呢成中原段的香消劫后成，此日红的歌有谁歌到崇清，我等的分梦醒，哭西茶亭猜分用的虽相信心归幽冥，帝后为排谁愿令碧月夕光景，这个道姑咁似已死嘅长平公主嘅咧，好，等我叩门一问至得。你道姑，请问道姑你贵姓啊？啊，贫道俗身姓沈，法号慧清啊。你叫慧清啊？系。渺间往事如梦情难影，百劫重逢缘何埋旧姓啊，夫妻断了情，哎
迎复合罢了，偷偷暗中的玩具轻轻闭你公主。施主，你叫唤何人啊？我叫唤公主咯。咁公主系施主你何人呢？公主系我妻房。施主，你叫唤妻房，应该在家中叫，房中叫啊。何解会叫到你佛门清净地嘅呢？真系咁狠心，唔肯认我，是乜谁无骨肉之亲，父女之情？等我讲下先帝崇祯嘅惨事。若果佢喊亲你，不问而知，就梗系公主噶啦。等我试下佢至得。点解佢会嚟到嘅呢？我父。笑应，叹崇祯朝破家倾，你可有为佢寻痛寻痛下？一堆蜡烛也无人奉敬。哎呀，师父，乜你喊啊？唔通你就系公主？施主，你错啦，皇帝系为我哋而死嘅，试问我哋又点可以唔喊呢？施主，我知道你是一个伤心人，但
你呢处唔系伤心地，说贫道不能奉陪啦，我告退啦，阿弥陀佛。师傅，师傅求你唔好行住，我想求下你。你求我乜嘢呢？你答。要你话带我烧住香，你都唔肯。你唔带我，我自己去。菩萨佢系咪好靓啊？系啊！哎呀，观音菩萨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若果我能够与公主团圆，我真系答谢神恩啊！有个洛昌公主同徐驸马都可以破镜重圆，点解人又系驸马，我又系驸马？人哋咁够福，我又咁衰嘅咧？我点知呢？洛昌于昔日啊，尚可破镜重明。洛昌差分。上与驸马重认，哀我一生一世静默，虚有其名，梦难成，债难清。又再金去那柴粉火炮，音乐声声，收听收听，我不禁泪暗影。师父，你呃我嘅。我呃你乜嘢啊？你个观音菩萨好靓，我话佢一啲都唔靓啊！哎呀，乜你咁啊？马声观音分贵，你个千眼麻灵，好夫妻一朝相会，你怎么负责调停？菩萨，我怪佢啊！往烧香。敬将你侍奉，你枉他错念经，我将那香烛一切尽烧断，要骨气难平，马神灵咪玷辱观音。
相思情。哎呀，情何堪？你在此孤零，应跟我热诚。你枉对手里乱说情，你太不近人情。我话你只不近人情，闲狂西雅离从。黄玉翠玉珠为千人的敬，今日更无一个可丁牙令哎公主啊，你被西兰抛破镜缘，应该要多谢晴天，快把苦乐迎。
清修纵可成仙坟，可怜先帝童官尚未入葬王陵。红鱼只可敲出那断肠音，难把破碎山河重修正。你想下啦，第一再青灯和行卷，到此都方知掩口情话咁快咧，嚟到咗今日晏昼最后嘅一首靓曲，我哋胡志荣博士会再次登台演绎，送上一首非常之喜庆热闹嘅《花田错会》。佢话国庆期间一定要开开心心咁话。胡志荣博士对粤剧曲艺嘅支持，咁多年嚟都系持之以恒嘅。除咗对盛威曲艺社支持之外，最近仲喺佛山成立咗胡志荣文化基金粤剧曲艺佛山传承基地，仲计划要启动全球虾腔大赛，又支持百和会馆，仲支持咗喺下个月10月15日即将会喺广东艺术剧院盛大举办嘅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慧英老师从艺50年嘅艺术专场。讲到倪慧英老师，真系当之无愧我哋当今粤剧界嘅领军人物。佢系省文联副主席、省剧协嘅名誉主席，亦都系广东粤剧促进会嘅会长。咁多年嚟为粤剧奔走呼告，除咗自己喺艺术舞台上留低咗好多嘅代表之作之外，仲通过自身嘅努力，希望可以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去支持推动粤剧的发展和振兴。在这里衷心祝愿英姐从艺50周年的艺术专场取得圆满成功。咁跟住落嚟呢，就将时间交给两位带来这一首《花田错会》，掌声有请。青衫未作閃宮下，卻在花田賣畫師呀。十吹冷霧連香煙，似烈舞海棠重在花间晒粉刺，手拍未收明和字，只收只蝶儿，多少次恨共分皮。佢俏脸远山眉，好过俊俏美风仪。睇佢似笑似真还冤时，别有可人言之处。收才还我笑。
啊蝶过冬啊长，又似太行腰上冤，烟浪茫漫雪深，偏有这行别令。有念爱烟，因却。
梦境三生，良缘由天那次啊，花田一夜风和雨，种出情花人蝶儿，到仙桥畔有交我树，起着山前有连理枝，愿求淑女嫁才人，金香桥重修
想知用啊堂前先有心分，公子咁你猜错啦。演出带到了尾声了，我们不如再一次用热烈掌声有请今天晏昼的所有表演嘉宾再次回到舞台上跟大家致谢好吗？有请咁多位，有请，多谢各位表演嘉宾今天晏昼的精彩演唱，多谢我们台下咁多位观众和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全球网友，多谢你们的捧场，多谢晒。星威情系羊城第一场的演出到此圆满结束，听日同一时间晏昼一点钟，我哋南方剧院不见不散。最后祝全场的朋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